老婆。跟 Selina 离婚短短八个月的前夫阿忠，私下感情生活精彩，日前被台湾狗仔逮个正着，在路边上演撩妹接吻戏码。新闻出来后，阿忠在脸书上炮火猛烈回击，强调被亲的女生是个低调的上班族，两人没有暧昧，没有交往。事发之后，把事情撇得一干二净。接着，这位被亲的妹身份也跟着被起底，她是现任新闻主播，33岁的侯丽恩，有美女主播称号，过去的事也全都被翻了出来。她拍过全裸性感照，她因为整形被质疑，甚至还传出她让男友戴绿帽。稍早她直接在录影棚外被台湾媒体直击，问到跟阿忠的那段经，她竟然这样说：分开之后有联络吧？因为人家周刊要问你们回应嘛。有联络我去吧，我都是跟自己的朋友才会这样，才会对啊。这阿忠算自己的朋友吗？不说阿忠，你这也是被狠狠的甩了巴掌啊！两方各说各话，到底现在的情况是？今天就是要往前走。然后男方就说你不是女朋友这样，你觉得会不会对你来讲蛮伤的？为什么本来就不是啊。可是亲吻是一件很亲密的事业，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就往前走，不用想，只有把自己陷入在那个情绪当中。这位姐从头到尾都一直要往前走，该不会接下来还有什么精彩的剧情吧？我们只好期待喽。